村部村民打来的热线电话，说他们在打井打到地下近百米的时候，挖到了一个奇怪的植物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位于六村堡的东鹤村，在我身后啊，这里是聚集了有很多的村民。他们告诉我们说呢，前天下午他们在村子里面打井的时候呢，是发现了一个摸上去肉乎乎又像植物的东西。那么就连村子上了年纪的80多岁的老大爷也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类似于这样的东西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去上前看一看，到底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。朋友就帮忙在捞蹦子，大约有80米。捞出来一个这肉乎乎的，不知道这啥，又鼻子又眼。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呢，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，长得非常像一个菌类。那这个两边呢，都是有这个蘑菇头的形状，上面呢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像嘴巴的东西，而下方呢则是一个小孔，是直接通透的，摸上去啊是非常的光滑，感觉非常像一个肉类。那我们用尺子呢也大概量了一下，这个东西的身长呢也大概就在19公分左右。刚才来的比年龄大几，有个80多岁的，从来都没见过这。上网查了以后，这叫太岁嘛。何先生告诉我们说，他在网上呢是查看了相关的信息，发现太岁这个东西呢，在民间呢是俗称肉灵芝，而我们呢也是在网上呢也是查阅了相关的信息，发现这个肉灵芝呢之前啊在我国的多个城市呢是已经被发现过，而同时呢这个东西呢比较适合在我们陕西的秦岭山脉是成长的，由于它这个生长的环境特殊，一般呢都是深埋在底下，那么很难呢被人们发现的。而同时呢我们了解到这个肉灵芝呢在网上呢也是有很多的说法，有人传说啊，秦始皇当时啊要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，发现这个肉灵芝呢就是这个药材的其中之一。还有人说啊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记载药类当中啊，这个肉灵芝呢也是其中的之一。何先生表示呢，今天是周末，他先暂时的将这个摸上去肉乎乎又像植物东西啊搁置到家里，明天呢会和我们的记者一起去寻找这个植物学家，来对这个东西呢做出一个科学的鉴定。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西安零距离。零距离记者段青、燕凤。